好。我今天不要玩跷跷板。你大声讲。要不要玩跷跷板？我是大力士。坐好了。坐好了。等。等黄毛勋说他肚子有小宝贝，你把你肚子人给黄毛勋看。黄毛勋他肚子有人，要不要看？是啊。看到了吗？是魔鬼。魔鬼啊，有眼睛哦，你有看到吗？魔鬼。有鼻子和嘴巴哦。我是大力士。